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，今天非常开心，请到了维康集团的总裁丽丽刘来到节目当中。丽丽你好，好开心啊，来到节目当中。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，但是呢，最主要还是要告诉大家，在过年期间哦，我们呢可以准备什么样子的礼物，不管是孝敬父母亲也好，或者是你想要返乡探亲也好，可以做一个心意的表达，让他在过年的期间呢，可以过得更开心，身体更健康。对，因为有个例子呢，住在这个圣地亚哥的、有一位呢，这位太太，她给她母亲，她母亲80几岁了、她母亲高血压，整天觉得房子在转、她吃灵芝王以后她不转了、她身体就是抵抗力增强了、那么她的儿子是过敏啊，她女儿是失眠啊，她自己呢是从东岸搬过来了，由于搬家很疲劳、她就一直拉肚子，没办法，吃西药都没有用。压力太大了，还是怎么的？灵芝王将这些困难都解决了啊。那么他现在最主要是他的这个表妹夫肝癌，医生说大概2-3个月，啊，那么他是在上海日军医院和杭州医院都确诊了。那么他回家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把他的还剩了一盒灵芝王送给他的表妹夫吃。那现在医生说3个月，现在已经4年多了啊，现在可以去上办公了哈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灵芝王呢里面呢，不但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卖 number one 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呢里面的含量，第一个我们这个日本的破壁灵芝孢子，它的含量非常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含量高到有时候就是特别抛，它这个抛以后它越抛它质量就越好啊。那么还有这个赤灵芝粉，和日本这个五荣。还有冬虫夏草，这都是很高贵的这个名草药、中草药，所以它服用以后，它的效果是非常快，而且对这种特别我刚才说对这亚健康和这个有癌症的人，不幸的话，增加这个免疫力这方面，它的效果真是蛮大的哈。那么我也很开心，那我们后来出了这个羊胎素。也非常受人欢迎哈，尤其是女士们，对，特别是女士们，因为爱美的之心人人有哈。那么特别是像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呢，经常你看提前长这个黑斑，来就是来月事的时候，每长了很多痘痘哈，提早衰老的一些症状，对，而且晚上不睡觉，经常每天要喝一杯冰东西。这个都是不健康的。现在年轻女孩子我知道了，这个很难不喝冰的，但是要好好做保养哎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羊胎素呢，就是说我们因为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就这个羊胎素都是原来是皇帝宫里面才会来天天保养用得起的东西。哦，那是娘娘哥哥们做的。对，因为它的性比较温和，是啊。那我们这个羊胎素，它主要是这个利用了这个澳洲、美国和纽西兰的这种羊胎盘精华。就是用了几个国家的哈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，而且它有这个里面有这个蓝莓花青素啊，还有这个活性骨胶原，这个都是对皮肤非常维他命 E， 都是皮肤非常好的东西。比如说有黑斑呐、或者是说有这个脸上发黑呀、或者是说想减肥呀、这些方面，用我们这个羊胎素。特别高级的羊胎素，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高，效果也特别好。对，我们上次做了一批样品，这些样品的客人都回来，都是买几套几套的寄到给大陆，寄给台湾，我真的是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成分不一样，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有幸上这个节目，中国年前，大家只要记住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66-583-9333这个免费电话。那买灵芝王，我今天跟大家讲过是买四送四加两瓶。那么宝肝康是和这个宝胜、骨胶王啊，还有像这个羊胎素，我们都是买六送六，再加多两瓶，两套以上都是免费送到世界各国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在新年前呢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健康的礼物、自己的心意，能够及时的送给自己的家人。大家只要记住我们的免费电话1866-583-9333。而且今天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，以后可以拿到免费拿一张 VIP 的金卡给大家。金卡，非常超级会员。哎，然后以后有任何新产品，你只要讲出你的号码，你就可以免费拿到我们的样品。我真的觉得就是说
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。那么在新的一年呢，如果说呢，你真的在过去一年真的就是在身体方面呢，真的觉得比较虚弱一点，也许呢，你可以趁这次促销的时候，一次把它买齐，然后好好的服用一下，我相信呢，效果会绝对会让你觉得说很惊艳的啊、哦。那么也希望大家呢，在过年期间呢，好好的保重身体。那么在过年前，要不要跟大家拜个年？然后呢，也希望也许有什么新的新年新愿望，祝福大家。祝福大家呢，在我们羊年呢，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最主要就是说自己的美好的愿望，就在过去的年没有实现，新年呢能够实现自己的好的愿望。所以呢，祝大家快乐。真的是快乐、哦、然后健康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新年新希望，那么也祝您心想事成。也祝您心想事成。是啊，喜洋洋的、哦、啊，就真的是就穿得好漂亮，准备要过年，真的开心、哦、啊。那么呢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了，好好的保养身体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